Leo 聊世纪，天天用心。大家好，我是 Leo。今天来看罗马人对上匈人，这一场比赛是帝国战争的地侠地图啊。OK， 帝国战争现在世界上的顶尖高手们都在对打。那这场的对决呢，是道特对上 Kupch， 两位选手都是非常知名的顶尖选手。那先来看一下位于出生点位，大约在这个是几点钟？算一下，大概八点钟左右吧。啊，应该没有到九点啊。八点钟方向的出生点位，红色的文明选择了罗马人。罗马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采集、修理跟建造都5%的加速效果，而且弩炮造价非常便宜，而且他还可以受益于弹道学的效果啊，这个弩炮单位。而且他还有减免这个最小射程范围的这个限制啊，所以整体来说，罗马人弩炮是一个非常适合当作工兵使用的单位啊。弩炮的缺点呢，还是一样，很害怕火炮，还有这个很害怕这个机动性单位，而且移动速度太慢了哈，这是以上的问题。罗马人呢，他的百夫长跟步兵军团长都是一个作为主力单位的东西哦。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对手这边蓝方，大约出生点位两点钟方向选择的是匈人。匈人最大的特色是他开局不需要盖房子哦。所以在帝国战争里也可以看到他开局一栋房子都没有，但是木头一样是捡100木、啊、这个效果呢，让他前期如果在一般的游牧地图来说不能马上开下码头，但在帝国战争模式里面可能就没有太大差别哈。那这边可以看到罗马人道特是没有去捕鱼的，那这一点可能会让道特前期肉类会变得比较少。反观匈人这边有捕鱼的话，经济就会非常好。好，那这边可以看到道特已经出了5只肉马，Kupch这边是3只肉马，好，开始在绕一下道特家里。好，道特家里看起来暂时没有太大的问题。好，上方这里过来，好，溜走，这里不能再往前。好，强兵过来防守一下，这里顺。这边是没有击杀到村民的，但有击杀到一只枪兵的样子。好，这里3只肉马过来看一下，完全打不到东西。好，这边再看一下，哦，枪兵又被收掉了一只。好，道特现在是用很多肉马，想要给 Kupch 这边更多压力。那这边枪兵就不能停止生产，要一直按了啊。毕竟匈人要防守来说的话，前期只能拉木墙，也不能盖房子去增加自己的防守效果。但 Kupch 这边的想法应该是想用单位去防止道特疯狂突进。那地侠这张地图其实资源是非常稀缺的，可以看到这边木头其实数量并不是很多，挖完的话两边最终都要到中间的战场去挖木头，还有黄金的部分。中间有个金字塔，那海外部分都是石头。好，那右边道特是拉了5只肉马到了黄金跟木头的地方，但 Kupch 这边围得很快。好，这里有洞可以溜进来， Kupch 似乎没有意识到这里是没有围死的，完蛋了，这里溜进来了怎么办？好，但这边是窄口，2只枪兵高打低硬杀，哇，搞定！高打低的肉马打枪兵是很有反击效果的，因为枪兵的额外增伤效果会减少很多。这些肉马怎么一直在撞墙？好，赶快把这个洞堵一下吧，盖个房子啊，没有房子，盖一下木墙啊。好，但是 Kupch 的工兵已经来到正前线，道特直接被控金，黄金没有办法正常挖掘啊，你要到外面去挖金才行了。那现在匈人拥有捕鱼优势。捕鱼的情况非常顺利啊，总共现在有11艘渔船，经济现在比道特来说好上很多。好，道特直接在后面补了一个城镇中心。好，升到城堡时代，先按了轻骑兵的升级。匈人这边城堡时代还有1分半左右时间了哈。那一分半的话，看起来是。没有要回家，还是想要继续骚扰吗？看起来有点大胆啊。如果升级的时间没有回家的话，很容易被城堡时代兵给压着打。好，这边看到了，
但是这里不太好打哦，攻逼前后包夹，能够先溜进去吗？哇，这个落马来不及进去，但是应该还是可以正面砍掉。好，这坨兵顺利拿下。哎，结果这个海边是进不去的意思吗？看起来是进不去的啊。啊，刚刚那个卡布许的工兵想要从这一走进去了，看起来是没有办法深入的哈。好，那现在道特也开始补下了自己的码头，但下方的落马还在骚扰，但是道特没有打算要理的意思。好，把轻骑兵补到了前方。好，这些落马拉了一只骑士过来应对一下。好，凶人点下了跟踪技术，现在跟踪技术补完之后，移动速度就会很快了。罗马人这一村被抓掉很伤，工程器制造所没有办法如期建好，这样进攻节奏会被打乱了。好，这面拉了更多兵过来，但现在七骑兵数量有点多。道特家里三 TC 开农，凶人这里还没有补下城镇中心。真时代之后并没有先补下城镇中心，反而是继续想要打正面。看起来道特的正面军力反而是比较厉害一点的，虽然自己有补鱼优势，但是现在单位好像不是很多。好，双人这边直接鬼转马工单位，毕竟双人的马工很便宜哦，量产起来压力更小一点。好，凶人点下了二级伐木以及挖金。哎，结果这火战船村民给他一拳就打掉了啊，收掉了一个残血的火战船。好，右手边道特继续猛攻，靠不取单 TC 打三 TC， 看起来不太 OK， 但是现在捕鱼部分还是凶人有优势啊，那个渔船还是活了非常多。好，这里提升了一个弩炮战船，待会再点一下刺网技术啊。如果捕鱼顺利的话，就继续捕，经济会很好啊。啊，但现在战船的部分稍微有点打不太赢，来一只村民过来修理一下战船，但是离岸边不够近吗？好，敲了下去了，但上方这个战船快要挡不住，拉这个满血的过来继续挡一下。哇，欸，距离够吗？欸，可以继续修，好，可以升级到了城堡时代啊，不是城堡时代，弩炮战船。城堡时代弩炮战船 ，OK， 好，这里三艘战船，道特没有升级弩炮战船，一个是海战打不太赢。那陆战的部分，马弓跟骑士慢慢成型，马弓配骑士，这是什么豪华出兵？全黄金兵阵容，这个经济要非常好，才有可能出到这么多的骑士、跟轻骑兵，还有马弓哦。好，但罗马人这边是继续走了骑兵路线。罗马人走骑兵路线的话，最好是要打百夫长，才比较能打赢对方的骑兵哦。不然用一般的重装骑士加落马，可能很难打得赢后期的游侠或是马弓哦。毕竟科技上是输人家一截哦。好，这个码头直接打掉，这里再补一个新的码头。好，这里倒是走一个多线啊，四 TC 继续浓。四 TC 浓了下去，那战船部分好像有点半放弃状态。那现在海战想要打赢的话，这边可能要补一个修道院出僧侣控下海战才行了。好，下面补了一个新的码头，这样就可以继续捕鱼。那现在有捕鱼优势的那一方文明，可以明显看到资源已经领先了大约600多资源左右啊。资源量还是明显领先，道特这边溜了进来之后想要出去，但是后方两只村民盖了一幕墙，哎，进来了就别想出去了。 OK， 道特最后是收掉了两只村民。好，
中间补了一个攻城镇中心，开始转三 TC 开农了。Cup 虽然村民数现在是非常落后的68村对90村，但是捕鱼优势依旧还在。那罗马人到了后期要特别小心的东西是大量弩炮还有这个军团兵这类单位会比较难缠一点。好，海战部分，好，果然补下一个僧侣。好，但是匈人的大军已经来了。好，罗马人这边点下了手推车，有手推车之后经济就会非常好了，加上原本的这 5% 的采集资源，再加上手推车的移动速度，罗马人越到后期经济的采集效率就越好。这边可以明显看到罗马人后期经济真的很夸张哦，已经来到24000的这个资源了，24000，我已经领先匈人了，哇，这个经济突飞猛进啊。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在开局说明罗马人的时候都会特别强调他是后期经济好，前期经济没有那么好，就是因为每支村民都有这 5% 加成，越到后期很理所当然的就可以增加的越快。好，这面马弓直接后续点掉了僧侣，僧侣这样一支，但是最后还是招降到了一支骑兵单位，但道特这面的军量好像不太够，匈人这一波的兵力有点大坨。好，城堡直接补在了后方，这里要补正前方有点困难。好，海战部分最后好像没有打赢的样子。好，这边继续进攻，道特是继续转出了骑兵铠甲，继续走骑兵路线。好，但目前资源上来说还是道特领先非常多，但卡普奇这边村数也后来居上了。哦，这里冲进来，这里道特家里并没有太多兵力，18只骑士，但这里马弓虽然很多，冲进去的话好像还应该打得住。道特这边有城镇中心加上骑士的杀伤力，而且有二级马凯刚研发好，道特这一波应该不会打输。马弓的话比较害怕没有马凯的情况下很容易打输哦，但是现在有二级马凯要输应该是不可能了。要不要把这个洞给围起来呢？洞好像没有围起来，逼掉了这个采矿地这个伐木场。哎，结果后面这里马弓还在输出，骑士差点打不赢，哇，很极限。马弓的威慑力还是有点厉害的。好，这里出不去的话，还是要去抓点村民的。哎，结果好像后面又有更多骑兵过来支援。这一波交战之后，道特好像有点受伤了，骑兵数量不够多。马弓的影响力开始展现出来了，击杀了16只的单位。好，虽然刚刚道特有18只骑士，但最终还是打不赢骑士配马弓的黄金阵容，好，豪华输出。这个豪华阵容要挡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垃圾兵挡，大量枪兵去直接戳过去就完事了。不然用大量军团兵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因为军团兵造价便宜，量产速度也算是比较快一点的。好，那卡普奇这边是点上了帝王时代，道特这边帝王时代还有一分钟，两边的节奏打得相当快但是匈人这边的海域一直没有受到严重的干扰，捕鱼的优势实在是太大了现在经济来说，匈人并没有落后太多，明明刚刚村民是输了很多，但是现在资源上只输少量一点点。这个游戏前期有没有捕鱼经济差距真的是很大好，匈人这边是帝王时代，还有两分钟，道特再撑个一分钟入席，但这边盖 TC 被抓包，骑士疯狂往前输出。好，道特这里是死了非常多的村民了但是继续补一些村民应该还行。TC 也盖不好，黄金矿很难稳定下来，道特的黄金已经所剩不多了，而且中间这个矿区要是没拿下来的话，会让对手卡不起过得很爽。这个四个小矿区都拿下来的话，待会喷油侠或重装马弓都不是太大问题。
好，刀头这边转了一些百夫长跟枪兵，想用正面突破，卡不起正面的军力，但正面军力要突破很困难。好，没有三级马凯扛这些箭矢伤害扛不太住。好，转出了巨型投石机，百夫长现在没有办法继续量产。啊，这里要不要地下这个采矿地呢？这个采矿地有点卡住呢。好，刀头点下了重装骑士，没有打算要走百夫长路线。那重装骑士路线的话，罗马人就只有野战军的效果可以提升重装骑士的伤害啊。好，这边兵工厂科技要赶快再提升一下，这边开始打出阵地战了。阵地战来说，匈人可能会更有优势一点，因为罗马人这里没有火炮的关系，以巨头互丢的情况下，匈人的命中率更高一些啊，所以罗马人这边如果要对丢的话，很难丢出自己的优势来。好，刀头这边点下了重装骑士，重升级好了，但是对手匈人卡不起，也点下了重装骑士，重装骑士数量来到了29只，完蛋了，安息人战术也补下了，刀头的兵力明显不够，而且岸边还有火战船帮忙输出，重装骑士数量完全打不赢。这里可能要直接鬼转骑兵会更好，但现在骑兵升上去，还有安息人战术马弓要应对，整体打起来出骑兵也不是能稳定解掉的办法。好，那这里要补更多的军营，那这边最好是要转弩炮会比较好，枪兵配弩炮。好，阵地战开打，但如果只单纯使用弩炮加上枪兵的话，对手巨型投石机有这个射程上的优势哦，也可以点掉弩炮，而且命中率极高啊，所以匈人在这个时期哦是非常强大的，尤其是把对方按在家里打的时候，阵地战通常不太会落劣势哦，除非遇到什么土耳其啊，或者是这个射程非常准的战狼啊，才有可能打输哦，或是遇到火炮文明啊，所以匈人这边应该是暂时不会输啊。阵地战来说的话，自己是具有优势的文明一方。那刀头这边要打赢的话，可能要累积更多的弩炮或者是枪兵才行。没有弩炮的话，对方马弓就可以进行拉打，枪兵摸得到的话，还是一大输出。那没有远程部队在后面输出，罗马人会显得非常没有输出能力哦 ，DPS 会下降非常多。好，匈奴这边点下了重装马弓。超豪华阵容啊！好，三攻也顶下了，刀头这边打得非常的憋屈，后面没有太多的空地可以补工程器制造所吗？看起来是，房子一直也被拆。好，巨型投石机有大动作了，开始往前，大家看到里面有巨型投石机，要直接手撕吗？好，看到城堡，先打城堡先。好，刀头的巨型投石机没有架起来，要小心。要架起来对打吗？如果对打的话，有命中率的上面的问题。好，刀头这一波重装骑士来个 BD， 但是匈人有大石墙。匈人比库曼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光有石墙这件事情哦，防守能力就差很多。但是有个洞，哎呀，这个洞最后还是没有补起来啊，尴尬。好，这边枪兵也走一个 BD 路线。那想要走 BD 的话，偷家路线有机会打得赢吗？哇，匈人甚至连游侠的升级也补了上去。原来刀头也没有补下野战军科技，重装骑士只是一般的重装骑士啊。好，巨型投石机最后成功反击回去，刀头使用自己的巨型投石机的数量优势反击成功。卡普奇正前方的巨型投石机全部被换光，开始往下进攻。好，结果枪兵走到人家城堡面前，好，这里就没有办法了，往回拉一下。好，这里压个堡，想要控制一下这边的黄金。好，终于点下野战军了，不是野战军，是多重弩。最后还是要走弩炮路线啊！看错，原来是银冠，多重弩。
好，多冲碾点下之后，攻击速度就会变成很快啊，提升弩炮的攻速。但是重型弩炮好像很难点，那老水赶快补一下。好，后面两台巨头，要小心，赶快修。巨型投石机再一发，现在重型弩炮还有30秒，稻城这边要赢的话，真的只能靠弩炮。但是现在要赢的话也很困难了，即使这一坨打完了，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第二坨、第三坨淹过来。哈普奇这边的黄金量实在获取的太多，稻城虽然基本上资源上是有赢的，但是弩炮这个东西成型，还用枪兵守住，其实很困难。好，这里枪兵溃不成军，游侠直接海淹了过来，直接击毁了大量的弩炮。弩炮一旦被游侠贴到，就没有机会了。稻城这边打出了 GG， 我们恭喜 Capture 正面突破。哇 ，Capture 后面只出了82只的游侠，配上这个重型马弓，超级黄金单位啊！哇，直接海淹了过去。虽然稻城资源移了大概3800左右，哇，这个资源量也是赢了很多。但最后还是输掉了比赛啊。那这也算是罗马人哦，如果不捕鱼的话，也可以靠这个基本资源哦采集获得胜利的方法。当然，这一场比赛地图最大问题，不像阿拉伯野外有非常多的资源可以去挖掘，中间就只有一条路哦，这有点像是英雄联盟的中路单挑的感觉一样啊。你只能一直走中路哦，不然就是走海战啊。走海战的话，罗马人的优势也不是那么的巨大。走陆战的话，匈人如果拿到中间的黄金，又可以喷出大量游侠跟马弓。那我觉得这场道特应该是太想要获得主动权了，先产出了重装骑士跟对方打。那重装骑士到后期遇到游侠的话，是毫无抵抗之力的。那自己一定要展出大量军团兵或者是枪兵，配上弩炮，开始打为阵地战正面突破的阵型，才有可能打得赢对手的这个匈人的马弓配游侠的策略。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经济的部分是罗马人拿下木头跟食物上的胜利，黄金稍微输了7000左右，石头输了1000。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咯，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记得帮我订阅，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各位拜拜。